《忍者无敌聚宝奇》，我是主持人德瑜，赶紧欢迎面面俱到的大人哥摩尔投顾陈坤仁分析师。大人哥你好。德瑜好，大家好。哇，节目一开始呢，先邀请所有的好朋友赶快先把我们的忍者无敌 YouTube 频道给订阅下来咯。您正在收看的呢是我们的聚宝奇单元，透过大赚小赔，透过纪律操作，利用非常好用的这个工具期货达到财富自由。另外一个单元呢，股魔力带您来看的是大盘的变化，个股的轮动。两个单元，股魔力聚宝奇邀请您帮我们看起来学回去，因为大人哥说呢，股票期货交互运用，让您在投资市场呢是如虎添翼哦。另外不定时推出的大人哥玩股教学单元，里面满满的宝藏都是大人哥独家赚钱的 PEPO 啊，邀请您一起帮我们来挖宝，同时分享给你身边更多的好朋友。任何的问题呢，0800668085的专线电话，或者是透过大人哥的 LINE 小老鼠 DAREN888， 小老鼠 DAREN888， 不要客气，直接私讯大人哥就可以喽。好，那我想要先问大人哥一个问题。是。考试的时候你最喜欢碰到什么题？送分题。答对了，今天的期货就是一个送分题。恭喜我们聚宝奇的团队，所有的好朋友，真的今天就是获利满满的一天。但是怎么样送分，怎么样赚到的呢？赶快把时间交给大人哥喽。好，那就德语好，大家好。希望你是刚刚看过我上半段节目，再来继续接下来后半段的节目的哈。因为我常常跟大家说，在我的节目里面，在我的 YouTube 里面，在我的 LINE 里面，你会看到满满的都是教学分享，然后呢，按照数字啊，不会给你忽多忽空，也不会给你恐吓，我只会告诉你，我看到行情长这样子啊，我告诉你，前一阵子是错杀超跌啊，我告诉你，现在目前行情就是回归到一个震荡的区间啊。啊、当然今天的大盘还不错，就是那个站上了15700点，接下来就看看能不能继续往上去做挑战。那在挑战的过程之中的话，来 我有跟大家讲很重要很重要的观念，就是今天行情如果看我早上8点半我们自己的团队的讯息的话，我不晓得后来团讯息有没有被传出去了，但不管，如果你看我早上讯息的时候， 你可能一度会觉得说啊，大哥你不太准，今天大盘这么强啊，你怎么还说，你看哦，你看这个8点半，我说压力分别上移到15500点和15600点，有没有？啊，结果今天呢？今天是15700多。对，你看今天有没有一个跳空就到568，然后呢一个突破就到700了。这是不准吗？来，不好意思，我告诉你，这可是准的嘞，因为我这里边后面还下了一个蛋书，叫做是盘中观察双箭头台积电、联发科是否带动指数。哎，有呢。所以你看，我刚刚在上半段节目，我有没有跟你说？你看哦，今天台积电是不是涨了16块？今天涨台积电是不是涨了3%？它有没有带着冲？有。对，然后呢，那个联发科有没有涨10块？有。有没有带着冲？然后呢，今天的大盘有没有带着冲？有。这就是在台积电跟联发科挺身而出的大盘，这就是你不敢买，法人买的很勤的大盘，这就是被聚宝奇完全抓住的大盘，继续看下去。来，这，来，有看到吗？我们今天早上的聚宝奇在9点钟左右的时候，看到那个不寻常的买盘进来了。看到不寻常的有人在买台积电、联发科了，看到不寻常的那个大盘准备要往上去做攻击了。所以丁总通知你。对，所以如果你就是看着我们的，对，就看着我们的早上的提醒，然后呢，知道说哦，你今天好好盯着台积电、联发科哦，然后你再看着那个丰收一号的顺势当中的策略的话，怎么今天这么早就出现这个往上的买讯的箭头？毫不要怀疑，请你好好的把它买下去。然后呢，它就开始嘎嘎嘎嘎嘎，然后到这边大概9点半左右吧，就小心就先出来了。如果你有你只是一点点部位的人的话，你可能在这边就获利了结掉，然后呢，那你就可以开开心心的啊，9点半下班喽。那当然，如果你对，那你如果不到一小时。然后如果你是到部位比较大的人的话，我觉得你可以用一些分批的方式，就是因为今天盘中这么样的热闹，刚刚不是说了吗？那个嘉登创高了，然后旺系涨停板了，然后那个什么王品也在创高了，这些都是啊，对，还有10千金那个唯影一不小心就涨停板了，对，这就是法人盘，这就是你不敢买的盘，这就是被我说过了，就是被聚宝奇抓到顺着毛毛的盘，所以尾盘的聚宝奇这边大猩猩有看到吗？有看到吗？133点，
那你再看一下哦，其实今天的震荡区间大概在157点左右，那我们就很早很早的话，其实就在那个就是那个突破的时候，就给它把它买去买，把它放出来，然后呢，133点一口就是26600块。恭喜所有聚宝奇的团队！真的，我真的恭喜我们的聚宝奇的群体团队，因为我老实说，我昨天就跟你说过，我们昨天的行情就是一个没有区间，就是没有100点的行情，那根本赚不到钱的行情啊。可是今天的行情的话，就是行情就放出来的行情啊，就是区间甩出来的行情啊，所以你今天行情当然毫不犹豫把它赚起来啊，这就是现在目前行情啊。我不会告诉你说天天都是怎么赚一两百点，但是如果真的遇到这种行情的时候，就请你好好的把它赚下来，赚起来。那当然有一些人，我还是重申哦，就是真的不能做当冲的话，也真的没有关系，因为我们也有帮我们的团队设计了短波，就是你可以买下去，放空下去，然后呢，你可以报。不一定要做当冲掉，那因为我们现在目前的台指期货也有下午盘，就是夜盘的部分嘛。嗯。然后呢，你可以一直做到你想睡觉的时候，设个停损停利，然后呢就去继续睡觉。隔天起来，哎，你搞不好一不小心你还又可以收钱了。好，所以这就是用短波聚财的方式。那三月份的短波聚财，我们之前也跟大家说过了，就是绩效，我觉得还 OK， 因为它就是一个还蛮稳健的，就是9胜5负，那获利1100点，然后金额的话大概是23万多。然后呢，你再往前看的部分的话，我也可以再次跟你重申，在我节目里面，绝对看不到稳赚不赔。好，那在我节目里面，我永远告诉你一句话，请你好好用纪律的操作，请你好好用50万的资金的部位，请你好好用的所谓的赚大赔小、大赚小赔的方式，把你的财富用聚沙成塔的方式，然后呢，把它去做复利翻倍，达成财富自由。那原因就是因为。50万，你第一次可能 不太熟悉，可是当你3个月过去了啊，怎么赚了50万了？对，然后那个时间点的话，请你做跟着我们做一个动作，把你的钱，不管是你赚到的钱收回去，或者是你的本金收回去，反正就先收50万收起来啦。嗯，那你就用赚到钱来去做操作啦，然后呢，没压力了，对，就没有压力啦。啊，你到时候就是50万做一口啊，然后呢，到了100万的时候做两口啊，然后一不小心就200万的时候又可以变四口啦，然后呢，你就会发现说哦。原来这就是期货哦，原来这就是这么好可以多空双向操作的商品哦，原来这就是我们的台股的市场哦，原来市场上面就是充满着机会，错杀带来超跌买点，当然你该放空也要放空哦，因为我真的没有告诉你说期货只能做一个方向，它就是一个没有任何的限制，不会停止券，然后呢不会券回补，然后呢你随时要放空都可以，随时要做多都可以的这种棒的商品啊。期货财富自由计划需要的话，就跟我们做相关洽询。那同理，如果你有充裕的资金，300万以上，我拜托你100万不要跟我做五口，因为那是放大杠杆，把你自己暴露在极高风险的市场里面。请你好好用那个就是有资金配置的方式，300万，1到5口单，然后呢量身规划资金效率，跟着我们一起来做台指期货和个股期货的多空双向的波段操作。那由着我们由我们的操盘室，然后来带着你来做清代的实战，每一次的进场的原则是什么，停损停利的原则是什么，然后呢就跟着我们一起来去做到复利翻倍跟财富自由。所以这是在清代操盘室的实战班我们可以给你的部分。那当然无论是50万或者是300万，那你都可以用这个 LINE 的方式跟用0800的方式来跟我们做相关的洽询，那我们就继续顺着毛摸给它赚下去。以上就分享给大家了。好，想要跟着我们一起顺着毛摸赚下去吗？邀请您现在就可以拨打0800668085 0800668085的专线电话，或者是透过大人哥的这个 LINE@ 小老鼠 DAIEN888 小老鼠 DAIEN888 来参加我们的期货财富自由计划。您可以选择一口大台指哦，50万一口大台指，跟着大人哥一起来做起，或者是呢大部位资金的朋友，我们有这个操盘式的清代实战班，都可以来帮助我们啊，透过期货这个非常好用的工具，达到财富自由。当然，期货多空双向都可以做哦，也可以选择做当冲或做波段，非常非常的灵活。邀请您一起来体验大人哥的贴心温暖，一起来体验我们聚宝奇的威力。0800668085的专线电话，或者是透过 LINE@ 直接私讯大人哥了。感谢您的收看，也再一次谢谢面面俱到的大人哥，摩尔投顾陈坤仁分析师，谢谢大人哥，谢谢。喜欢我们的节目，请按赞、订阅、分享，开启小铃铛，你就可以第一时间收到影片的上片通知。要获得最早、最专业的盘势提醒和更多的精选个股分享，请加我的 LINE 和 Telegram 官方账号。
ID 是小老鼠 DAREN888， 谢谢大家。摩尔证券投顾0800668085，本公司与所推介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，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，投资人应独立判断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。